墨尔本之最。要吃遍道地美食，最好的去处便是集市，这里便是墨尔本最有名的维多利亚集市。开斋之际，集市有节庆，特地来吃这儿有名的烤猪三明治。脆皮烤猪切碎，堆叠在法棍上，最后放上几片脆皮，简单粗暴的三明治就完成了。肉质咸香，肥而不腻，出名至排长队的甜甜圈。听说好吃的是果酱，随手买了两小块，炸物和果酱简直完美结合。集市里的集市，什么都有，但只有吃的才能吸引住我。主食都吃完了，该到甜品了。都是中国很流行的甜点，选了南瓜咸蛋黄紫米蛋糕。时间还早，天还很亮，再去最后一个地方，墨尔本最有名的巧克力专卖店。普通的选一些，专柜的也挑一些。送给自己的礼物也得包装得美美。又是满载而归的一天，散会。